和第九市场哈，共同来合作，推出国际美食环游世界，在其他的国家还处于疫情严峻的这一种考验之下，我们除了不能去他们国家去旅游或者去这个洽公哈。但是在我们台湾，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国外的好朋友，包含我们的新住民或者在台湾停留的外籍人士，其实他们对料理都非常的这种专精。以前我们都是会在年节的时候，请我们这些新住民或者国外的朋友来办一些美食相互分享的一种这一种联谊哈。那是局限在我们国外朋友自己的相互情感连结。不过在我们这个可能国人一年都没有出国，或者可以说对于国外的这一种关心哈，都只能放在台湾，放在心上。所以我们特别推出的能够跟国外或者新住民好朋友们共同推出他们的美食。这些美食不是他们要分享，是要给我们台湾宜兰的好朋友们共同来分享所以这个等于是说，在一个疫情考验之下，大家能够相互在于我们的这种各国情感的联谊上面做相互的一个连结，我们认为这非常有意义。所以有很多可能你以前品尝过，甚至你没有品尝过的这些国外的一些料理食材或者他们当地的美食，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一次活动，大家来做最好的一个联谊，最好的分享。我们希望说，我们也要给我们的新住民、国外朋友们他们一个温暖、一个家人在于这个属于我们国际共同在台湾共同做一个美食推展上面，我们的传统市场可以做出这一种相互关怀、温馨、连结的力量这应该是我们要推动一个很好，不管是多元族群我们这种多元尊重的一个相互联谊最好的方式，希望大家多多来品尝。民众报名之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享受四道异国美食料理哈，还有呢，我们要让大家在绿酒市场里面呢，跟着我们的异国厨师们到我们的绿酒市场的摊位呢来买食材，然后教大家怎么料理。他们的龟跟我们非常好玩，好吃吧，好吃吧！我们的媒体朋友，我看大家都吃得很开心，津津。